欢迎收看日韩音乐风湿的很多朋友等了很久，尤其是先后，哎，讲到你们就知道是谁了。让我们欢迎很久不见的东方神起。大家好，我是东方神起。大家好，我是云诺云豪。大家好，我是昌明。好，那这一次呢，云浩昌明其实有一阵子没有来台湾了。那这一次啊，来台湾有没有看到跟台湾最深的印象是什么？还有觉得有哪些地方有改变？일단대만에저희가이제처음오자마자공항에서부터정말많은팬여러분들께서이렇게마중에나와주셨어요그다많은기자분들께서이렇게많은이렇게저희들두분을되게기분좋게맞이해주셔가지고너무나기분좋게이렇게대만의인상이처음부터너무좋았는데또이렇게대만에오니까또맛있는버블티도먹고또아까도 정말아직이제내일이이제팬파티라서사실은뭐어떻게될지모르겠는데지금까지너무잘해주셔가지고너무기분이좋습니다네네刚刚听说很多粉丝啊看到你们还哭了啊有觉得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吗눈물흘리는것까지는못봤고요정말많은팬여러분들이너무환호를해주셔가지고저희도되게계속거기서계속있다가는팬여러분들이다치실까봐빨리우리가이동을하는게나을것같아가지고요네네네네那刚刚讲到 bubble tea 以外，对台湾的食物还有什么想要吃的？昌明最爱吃嘛，对不对？有想吃什么台湾的东西吗？좀이따가저녁에도이제맛있는대만음식을먹으러가기로했는데그방금전에그유명한음식들을몇개한번먹어봤어요뭐튀긴닭갈비라든가뭐여러가지뭐샤베트라든가먹었는데너무맛있더라고요喜欢吃辣吗昌明喜欢吃辣哇有很好有试过台湾的麻辣锅哈帕吗제가친구한테그걸소개를받고너무먹어보고싶었는데아마좀이따가먹으러갈것같아요对，因为台湾的火锅其实跟香港的、跟内地的中国大陆都不太一样，有自己的风格，可以试试看。진짜맛있어요진짜뜨거워요다페이스가이이야기를그슈퍼주니어의멤버들한테되게많이들었어요그래서이번에꼭먹어보고아他们来台湾真的就是吃了很多东西，슈퍼주니어의그이야기도들었어요也听过而且他们也有介绍台湾很多地方有拍一些就是影片对那这时候想要问云浩跟昌明还记不记得有哪一些中文字然后或者是有学到什么中文可以跟大家分享얼마전에배운건데不久学到我想再来一次我想再来台北很温柔呀就是歌迷听到这句话一定会再哭一遍好刚刚昌明讲完了现在大家想要听云浩会什么中文云浩我非常喜欢你们我非常喜欢你们哇都学得很好这个是这一次特地学给台湾的歌迷朋友的吧예전부터되게좋아했었는데중국어를요새좀몇개를외우다보다가뭐재밌는거랑또좀약간이런말은자주쓰면좋겠다라는거를좀많이공부를했었어요개인적으로네自己学还是会请教一下譬如说Super Junior M 啊还是哪些人会自己学吗일단은안타깝게도슈퍼주니어의멤버들이많이그렇게쓰진않았고요 그러니까스태프분들이랑한국어로이렇게이뜻은뭐예요라는거네그래서네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专辑最新的专辑네저희가오랜만에가지고나온 YQ 헤타운이라는곡은요앨범은요저희가저랑창민이되게장점들만섞어서뭉친앨범이라고표현하고싶어요각자한명한명의개성이뚜렷이나타나고그안에또서로의밸런스를잘조율한앨범이니까각한트랙한트랙한트랙을다들어보시면정말많은장르와또아정말많이준비했구나라는지금느끼실수있는앨범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MV 진짜멋있어요Muscle 前面那个舞啊我觉得他们两个跳得非常的有力量会学很久吗就那一段형그것보다도뭐오래준비하면준비했다고표현을해주네요네那拍的时候会很快吗还是会很久일단저희가
인트로에 각자 춤을 췄던 부분이 약간 연출적인 부분도 필요했었기 때문에 되게 그 부분에서 시간이 좀 많이 할애를 했던 것 같고 그 나머지 부분은 그렇게 시간이 또 많이 걸리진 않았는데 오히려 개인 씬, 개인 두 달이 춤을 출 때가 더 시간이 많이 걸렸던 것 같아요. 好，那其实现在因为场地的问题，不可能叫他们跳嘛，所以现在就是有一首歌《不想信的故事》啊，这一首歌其实大家都很喜欢。那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就是跟大家清唱一段副歌这样？조금더 어떻게나를잊을까잊으려고애를써볼까다시돌아갈순없을까아버지는공연에직접공연장에오셔서들으세요明天 fan party 两场嘛，明天对。好，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 SM 他也要出了一个圣诞合集的一个专辑歌曲，那里面呢，对于你们自己唱的歌，可不可以大概稍微透露一下，介绍一下？저희동방신기가부른 Sleigh Ride 라는곡인데요뭐워낙그유명한팝해외아티스트분들이많이리메이크를하시고또부르셨던노래인데아무래도저희같은경우에는또이제영어로이번앨범같은경우에저희회사전아티스트들이다영어로앨범에참여를했는데아무래도영어에좀약간들이다보니까영어발음에신경쓰면서열심히노래해봤습니다那如果讲到圣诞节啊，通常你们圣诞节会怎么过？自己私底下。我저같은경우는크리스마스하면역시눈이기때문에그다음에제가스노보드를되게좋아해요스노보스노보어디있어어디뭐이렇게 한국마在韩国、네、한국에서우리나라에서많이타는데그래가지고많이시간이날때마다스노보드타러여행가거나그래요、네、그근처에또경치도이뻐가지고예、네、所以到现在都还是很有机会很常去이제이번에는이제우리나라같은경우에는이제지금부터이제시즌이거든요그래서이제이번에기회가있으면꼭타러갈예정입니다从很久以前就开始 snowboard 嘛，因为 snowboard 蛮难的，因为我以前就是学蛮难的。아니요저는 snowboard 를독학으로배우는타입인데그냥그엄청잘타는건아니고그냥조금조금조그만한재주같은거그리는정도那昌明呢？昌明有没有喜欢圣诞节做什么，或者是玩什么运动？저는마음같아서는이제이쁜거리를이제돌아다니고이제구경도하고싶은데저는또이제저희들에겐또이제연말이다보니까굉장히또바쁜스케줄이많다보니까스케줄하고또연습하고그러다가그냥집에서조용히캐롤을들으면서가볍게와인이나한잔할까그러고있습니다부상해요농담이에요나我要如果给你一个礼拜的假期你会想要去哪里저같은경우에는제고향제본지에가가지고부모님이랑가족들이랑또학교친구들이랑파티한번해보고싶어요어나如果昌明呢저도친구들과같이좀여행을같이다녀보고싶어요那接下来讲到歌唱完讲到放假现在要讲到拍戏了因为知道允涛最近有在拍波塞冬那昌明有拍过天堂牧场嘛那两个人对拍戏呢有什么样的感想还有想要挑战什么样的角色일단은그러니까가수와또다른매력적인부분이연기인것같아요왜냐면가수로는이제몇년차계속여러분들께좋은새로운모습보여드리고있고또연기적인부분에서는제가경험하지못하는이번에캐릭터를통해서또새로운모습을보여드릴수있다는점에서매력적인것같고아직은신인이라뭐이렇다저렇다할수있는것은너무나과분한것같고요앞으로도더욱더열심히하고더욱더좋은모습으로보여드릴수있는또하나의저희둘의새로운매력이아닐까싶습니다所以什么角色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可能是特别坏的杀手啊或者是那种很阳光的有没有特别想要拍哪一类型的动作片、古装片、鬼片、喜剧片，저는해보고싶은게되게많은데여상아는약간슬픈멜로연기한번해보고싶어요그리고약간시한부인생을사는그런슬픈감정을표현하는可是如果要常常哭的那一种 ，OK 吗？또뭐실제로오히려좀많이안우는편이야근데왠지뭐연기하면되게집중을해서그때는되게울것같은느낌이들더라고요
对啊，就像现在这么多人 ，money money 沙浪，嗯，然后要你哭哦，很难。昌明呢？昌明有没有想要挑战什么样的角色？대학교를배경으로모르시는로맨스나로맨스浪漫저는기코미즈라든가그런거같아요어那个要뽀뽀해줘뽀뽀괜찮아요好如故呀开玩笑